四月初，花莲大地震造成严重的灾害，花莲县政府就甲受灾户说明，讲因收到捐款并无多，自体部分会先来做内政补强，就自费出红单红单，因是希望讲会当重建。县政府甲灾民讨论了后，也是无结论。 另外，讲到这维护部的赈灾基金会到今下晡4点，这拨款的金额已经超过9.8亿。也那这拨款的时间到过过初三，基金会表示讲，这寡钱会用在咧援助灾民，给予医疗、收容、安置、护管、重建等4大项目。就很少捐款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花莲县政府现在可用的资源呢，真的很少。 管护参受灾户开会，坦白管护收到的善款无济，到昨日早时只有2点9亿。受损建筑的医保局优先，但是这座受灾户一处因为花莲大地震受损害，恐担黄红单，灾民就惊无够安全，实在唔敢住，希望会当重建。但是县长讲，地方的捐款有限，主管无够会参中央参详。地方上我们的善款的金额并不是这么的充足哈，那有限之下，如何跟中央的善款一起合作？ 今日办公室，这是维护部下卡的赈灾基金会。4月初三发生大地震，初时就随开始赈灾募款，到昨日下晡4点收到超过9.8亿的善款，是花莲管府的3倍。未来钱会用在援助灾民、紧急医疗、收容安置、护管重建4大项目。相信这礼拜就通决定部分用途。上个礼拜五。 在行政院副院长已经召开这个会议了，所以各部会已经提出相关的方案。这个礼拜我们应该礼拜才会再开一次会，那应该很多事情就会定了。基金会表示，因为人力有限，募款会由公部机关，并且团体提出计划，申请使用。估计这几天就通达成10亿的募款目标。不过，各月初三进前，拢会使继续使用银行卡号做网络支付平台，行动支付捐款，超商这4大通路，捐款到花莲赈灾募款专户，记者综合报道。